降临，让你活不到黎明。带了行进速率嘛，这么痛啊！直接 A 就行，不用放技能，可以分闪，盾拉不回来。还有谁？他想留一躲我的 Q， 我们不放 Q， 他不交技能，我们就 A 死他。和平构筑的监狱。他这声音比那个神王的还吵啊，他奶奶的。这什么叫声啊？之前是那个狼叫，呜的一下。世界会拥抱混乱。这个是那个广告，小广告问题，所以说被警告了。最近每天都有啊，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会有一个十几秒的样子，会啊，屏幕是看不了的嘛，是有点影响观看哈，我也没办法，不知道。之前小广告都是没事的，最近他好像什么东西给整了一下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神与蛛王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。我不会屈从暴君的大计。还是挺难杀的哈。再帮你打个 A， 一人一个平 A， 哇，尽力了，打赢就行。只有平 A 了，没蓝了，现在饼干不回蓝呀、啊！我跟着猛猛 A，A 了一下瞎子 ，A 了一下肾 ，A 了一下皎月，该 A 的都 A 了，真的 A 满了，主要是没蓝呢。饼干不回来它有什么用？回血对拼带点作用，没死一换三也不是很亏。挡地图是吗？啊，行吧。我就是放出来的，有吗？没被逮到吧？黑切打肉还是快的哈，防御他也是真的痛啊。斗魂什么时候回归呀、啊？那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先出鞋子。杀伐的年代就在眼前。还好吗？什么老鼠也来了，再见。
我突然想起来上路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啊，先走了先走了。又没蓝了，有点缺蓝那时候用的感觉，一下又没蓝了。眼位的堂皇借口一举粉碎。我就把小龙控了，153，那一波兵能加多少呢？能加20层不？163，什么？一波兵才加10层，加的不多啊！我以为至少有个15层吧，带爆射只有10层。他们要干什么？直接开了，推开，开大。我操，这一枪有点小痛了。
凡人和君王，还有猎人。回家的下路塔要炸呀，我来不及去了，我去了应该拆完了吧，他不敢拆居然。哦，还是拆。这里有眼，我来了他就走了。你 Q 我一下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眼有草了，不对，这个草有眼了。这也不好推啊，推不进去。跟你家吧，他在 W。这么能清兵啊，点了。